杨新南杨校长，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们是仁德长兴国小的主队。那仁德长兴在哪里呢？我们这边不是过去，应该从就是一条就是那边走，南平路要写工业区南兴路，然后往北就向着金庙，叫太祖庙。太祖庙呢，有一个在地在地的庙宇叫明慈宫。我知影明慈宫平日中也是咱光复宫的高背景，大家拢是真好的情谊啦吼。我那后就伫迄个明慈宫的边啊，今仔真欢喜，受到杨新南校长的推荐，咱广富宫的邀请，带囡仔来遮做一个演出啦吼。嘛毋盲讲，咱的心灵即届咱。继续咱保庇阮中兴国小的囡仔，大家平安乖巧，啊有好的成绩。嘛毋盲，即个疫情吼，会当紧过去，予大家平安过正常的日子啦吼。嘛希望讲，嘛我们也在这里祈愿，即届广富宫安尼做就，大家咧平安顺利赚大钱。再一次谢谢咱广富宫校长，感谢你，谢谢。谢谢那个女校长哦，拿点力哈，今仔日恁真早演出，咱这个舞台哦，那个流量也是恁的舞台哦，所以咱用最大努力，恁平常时啊所训练的哦，今仔日咱提出，做你放心达标的，哎呀，也是恁的舞台，未来恁的舞台会更宽、更广、更高哦，迈向更高一层的境界哈、来，我给我代讲，我知影相信来，我会注意。中一台的表演，来，是不是咱用最热烈的掌声啊，鼓励一下长兴国小及舞队。
Thank you.
中间移动，哎，哎，
那幕后哈，那后面在支持，那吉普队在幕后工程啊。